干嘛？话说清楚了，别随便报。是不是我答应了，你就是我男朋友了？当然了。我答应了。你在家多少天了？一个月了。如果他们叫你去现场的话，你会愿意去吗？是像虞书欣那样的吗？坐在那里也不干什么事情的那种。<笑>他发挥的其实挺好的。我也那么认为。蔡明敏，反正就是特别厉害。还有我舅舅啊，舅舅啊，很强，都到你了对吧？像雄性。 动物的那种爆发力，我深深的击中了我的少女心。什么时候你让我出门啊？告诉我。哎，是我不让你出门的吗？上次不是让街道抓回来了吗？你还有理了是吧？要怎样？又想挨揍了是不是？你想揍就揍啊，无所谓了。说在家待个7天就可以出去了，结果一个月了还是不让出门。我被骗了，你还揍我是吧？ 好啊，揍啊！你们都联合起来欺负我是吧？来吧，揍我吧，打我吧，打呀，打死我吧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别跟我耍无赖！哎，别哭啊，我还没打呢。我说两句不行？ 我就是不能让你出去而已。我想出去谈恋爱，干嘛你要拦着我呀？外面都什么样子了？你现在到处乱跑，你别给国家添乱行吗？你以为这是我姐为见你吗？着什么急？叶露明还在家里隔离呢。你再关一个月试试，人都闲得快要发霉了。我就是想和你姐逛街看电影。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你成熟一点好不好？ 现在出门谈恋爱就是无耻之辈。我就是太不成熟，年纪太小，才会一直想要出门见他，才会被街道三番五次的抓起来一直隔离。哦，你这脑子是有一点。来啊，往我脑袋上打吧，反正你们也不让我出门，打吧，打死我吧，来啊，打！哎呀，没有人想要囚禁你呀。贺本心这个时候不会见你，我爸妈也不会让你进门的。 刚到处又摸又蹭的，快洗手去。